陈小春便身为考古学家助手二师兄，高蕾蕾变成体育老师吴米提，胡杰琼变成摄制组工作人员舒尔，在各自的环境里适应自己的新身份。彪悍的女汉子，节奏快点，节奏快点，节奏快点。陈小春跟着身为考古学家的师父和五岁班的大师兄，甚至试图进入《鬼吹灯》小说里的精绝古城。本节目由原装进口福特探险者冠名播出。疲惫的国头，强的人累了，山的寂寞，好汉不回头，我不会回头，你打死我都不回头。快点，徒弟，快快快，我们走了，我们走了，快追，快追，快快快快快快！稳不稳啊 ？All right， 走，走，走，走。骑骆驼一样啊，考古就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啊。不是那么简单吧。师徒三人作为遗址中的工作人员，独自进入精绝古城核心地区，而摄制组只能在原地等待。制片双儿驶出沙漠，回到吴米提老师的摄制组从事制片工作。今天是体能和身体训练，这应该是这一个星期训练量最大的一天，你们做好准备啊！今天训练直接决定咱们周末比赛的比赛阵容，如果你们训练不全力的话啊，最终的比赛你不会参与。好，准备，来，队长出列，带着所有队员做准备活动。快！哇！哇，好甜！制片双儿负责去往葡萄园，给吴米天老师和孩子们采购水果。哎，这个多少钱呀？我一个人搞不动哦。我一个。来，比赛好吧。赌十块钱。搬水过来吗？怎么搬水过来？也不给孩子们喝酒直接训练了。跟我一起做啊！来，腹肌，两头起啊！没有停，没有让你停。快，开始！继续，继续！快！哎哎，冲这边，冲这边！俯卧撑就是休息时间。快让他们吃点东西吧。哦，天哪！快来补充点维生素吧。哎呦喂！妈，你先别动，慢点，你别动了。嗯。来，宝宝们，现在给爸爸。好好好，把葡萄放回去，葡萄放回去，可以了。可以了，放回去，放回去。
你还要带回家是怎么着？他打断我的训练课，学校请了我当这个教练，别人不能轻易去打扰我的训练内容。你饿了渴了，很抱歉，之前在干什么？你之前没吃饭吗？没喝水吗？对吧？而且在训练当中呢，我是会安排你们喝水的。球队的规矩是这样，就是你要在训练当中的话，不可以吃东西，就是定好时间，什么时段喝，什么时段不喝，不能随时打断我的训练，然后把水果啊或者一些吃的呀、送到训练场，然后停止我的训练。这些东西如果说你需要给他们的话，首先要经过我的同意。我倒是经过你同意了。可是你都已经把它端过来了，然后我觉得就不太好意思在孩子面前太过分的说你。但是现在呢，他们在训练，我想单独的跟你沟通一下。可是对孩子没必要那么苛刻吧？那球队就是这样的。感觉他说的貌似很有道理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他。我只是觉得，对待孩子是不是可以稍微宽容一点？最后能够参加比赛的队员，就是报名的队员是16人，我们必须要淘汰6个人。最后一个呢，可能用体能，今天我会淘汰3个人。来，不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淘汰吧，我觉得没有必要，就为一场比赛，你让孩子都，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吧？这就是竞争嘛，你比赛的规则是什么？但是你来的目的是让他们对足球更热爱，这样的话，你看孩子哭是为什么？因为爱足球，但是他参加不了。但是最终的比赛有一个规则，就是你只能报这么多人名，你明白吗？不是老师，那我就直接问你一个最直接的，踢球是为了什么？踢球如果说要是竞技足球的话，那就是为了生存，是工作。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当然是培养孩子们兴趣为主，我不可能说让所有的孩子都参与这个比赛。如果所有孩子都参与比赛的话，可能这个比赛要踢200分钟，你明白吗？因为比赛只有90分钟。如果我要顾及这个的感受那个感受，那我想我的训练没法进行了，我只有7天时间。我没有时间再去感受他们的感受，啊，你充其量连我个助理都不是，所以说，啊，你只是个业余里的业余。我其实对他真的是很客气的。如果说是个男生的话，我可能当时就是别废话，就一脚就直接就一边去了。他只是这一点比别的同学弱，并不是说他别的方面。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是主教练，球场上我是主教练，我说的算。俱乐部的老板，哪怕是书记来了，球场的规矩是我来定，啊，你们要清楚这一点。对，一个家里边谁是主，谁是次，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我没有什么话语权。好吧，那就是刚才最后一项，最后2名今天被淘汰了。那他说出我是球场的老大，我说了算。我当时真的，哇，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极其反感，但是我没有说出来，不敢。他是大人物，我是小人物啊。就是我害怕得罪他，我害怕让他生气，我害怕因为我让他生气，他罢拍。我怕因为我哪儿做的不好，影响到了进度。我怕好多好多东西，我会什么都害怕。不用退缩了，而且和宁愿不要接触，也不要出乱子在我身上。原本就缺乏自信的双儿对制片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他向节目组提出拒绝在吴米提老师的制片组工作。我们停工了2天，我当时就不断的自责，就是因为自己害怕潜规则，什么都怕，就是
来这儿就是让你找勇气的。你勇气呢？你为什么不去找？就是很多事情我想去做，但就是我要做，我不敢做，就是一直在这样来来回回的扯着你，就那种感觉会更难受。沙漠腹地，师徒三人搭乘着沙漠里的工作车，终于到达精绝古城的核心区。就在这片沙漠中，埋藏着一座完整的城市。到站了。我们的工作永远都是这么危险。对。嗯。你们俩都很厉害，都很勇敢。在师徒三人面前的，就是1800年前的古精绝国，是一个不到1000个士兵组成的小国家，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商旅的必经之地，物流中心。2000年前，他们就天天碰到各国的商人、客人，偶尔可能还会碰到张骞出使西域，从这儿走过去。朝廷的官员，他谁都会遇到，他能够见到的东西太多，所以说见识多，他自然就可以受到这些杂因素、杂文化的影响。小战士，我大师兄，我师父。Cool。西域古城，以前呢度系条河流嚟嘅，而家梗系干晒啦。呢边咪有沙漠西域，我哋系唐老师喺上边。加油！加油！别动！四。哇！天哪！国庆节快乐！看，佛塔。从那边过来。对。是从你这到主要塔。对，说的就是这儿。但是陆川从来没到过这个地方。没有，不可能让他进来。嘿，我们到了。但是来到这里已经 OK 了。我为了了你的心愿，在1800年前，精绝国非常繁华，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商旅的必经之地，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得到充分交融的国家。为了解开这千古之谜，1995年10月。中日联合考古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始了对尼雅遗址的大规模科学考察，轰动世界。当年仅在1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掘了8座王族的墓葬，其中有不少穿越时空又富含预言意味的随葬品。在沙漠王子的随葬品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一块瑞兽纹锦上赫然出现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字样。虽然条件的恶化让这块曾经繁华的绿洲变成了茫茫死亡之海，沙面上只剩下一片片枯死的胡杨。
侯元林呢是传说，三千年不死，死了三千年不倒，倒了三千年不朽。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侯元林矗立在那儿，就像是时空被定格了。那些胡杨林就像一个个生命的丰碑，记载在那儿。然后他们看了在这两千年，或者四千年，或者是八千年，穿梭在这条丝绸之路上的所有人，他们的背影。那些行走在丝绸之路上传播文化、带动文化的人，他承载的东西其实很厚重。他其实不会说话，可能都是我所想象的，但是我愿意那么想。你能猜出来这些是什么吗？树啊，也是树林啊，哥，不是树林，是人建筑啊。对了，建筑啊，建筑。这么多年风沙风吹，将近两千年。真正的精绝古城里，并没有《鬼吹灯》小说中描述的城内四处都是黄金，也没有所谓的精绝女王和那只诡异的眼球，只有屹立在沙漠中的古树和1800年前的建筑遗址。怎么知道？怎么考察到它有1000多年？因为它有它特定的建筑规格，还有这个遗址里发掘出土时候的那些文物，然后断定了它的时代。你刚刚也看到了，我们的文物保护就是这么艰苦。你认错。对，就是这样的，文物保护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这几十年来的破坏，比在过去之前的几十年破坏的更厉害。更严重，更懂了很多疑问。对对对。对。20年、30年以后，这些东西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就好像刚才那些倒在地上那些。对。我觉得精绝古城应该是。不是我想象中的这回事。走上围栏去看，哇，你很难想象几千年前这里很繁华，既然是古城的话，有人住过，一定有一些文物啊，反正多少都有一点东西看一下吧。没有，全都没有。安美，每一个那都是房屋建筑的脊梁，如果它倒了，我们中国的文化就不存在了。看他听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没说话，我知道他在思考，他在想。在篝火晚会的时候，他也在谈起他的困惑。其实那个根本不算困惑。父亲是去年，遗憾是当然有了，遗憾是做不够了。因为我爸爸那个脾气是很臭，很臭很爆，他得那个糖尿病，住在农村里面。他不愿意住城市，到快严重的时候了，就回来了。病情就越晃越下，越晃越下，结果就越抑越没，越抑没越没，因为脾气太臭。医院里面，我爸敲上，别动，别动我。而且讲脏话那种啊，这个，别动我，谁敢啊？你这不？我不理了，擦两擦走了，就这样子，就慢慢病情就打累打打打累打打就，我是非常遗憾，就没有做了当儿子要做的责任。我小姐，爸。我以前跳舞，我爸都不想，尤其我爸爸，他不允许我去跳舞，因为觉得这个行业没什么好处，也没什么未来。我妈是完全不认知啊，我爸爸就在我十几岁就离开我了，就回去大陆，回老家里面住。看到你这一天这样，他也没有看到了，对吧？他们两个都完全不会接触这个圈里面任何事情，都不会接触。你不会看你的电影？不会，没有。我没有好好去让我父母享受我
做儿子，没有真的好好去让他们想很好的、很好的晚年的幸福。我觉得我自己给的条件还是不够，就算你全部给他，我还是不够，因为他离开了。一生只有一个爸爸，一生只有妈妈，没了。那其实相对来讲啊，就像是我们看的那些那个古遗址，我们去看到的古遗址，你说是有遗憾。我说如果要是没有人去守护它，可能20年、30年就没了。但是即使有人去守护它，100年也没了。说句实在话，它20年、30年放那么长的时间来看的话，它已经2000多年了。2000岁了，或者有3000岁了，对于这个几十年，真的那么重要吗？不重要的，因为最终所有的一切，就像精绝古城一样，灰飞烟灭，都不重要。一切的喜怒哀乐，过程大于结果。其实我就想让他看一眼精绝古城，因为他没有看到的时候，我很难给他解释，那么繁华的一个古城。最后变成一片荒芜的样子，但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的任何一个再高度文明的人类城市，都会灰飞烟灭。人生本身就是无常的，当生则生，当死则死，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哎，老师，现在有自己家庭了，不要。OK。上完四楼先生，这里啊，喂，关灯啊！对不起，借过一下。对不起，借过一下，对不起，借过一下，对不起，借过一下。对不起，借过。走走走走走。喂，郑振洲，我现在用卫星电话打给你啊，我吃过了，哎呀，好洋气的，对啊，不是普通人能用的，哦，我儿子刚睡，我儿子刚睡，我现在在火堆里面跟你聊天，考古考什么东西？在烤一些肉来吃啊，在烤羊肉啊。鬼吹灯那个地方哦，精绝古城哦，的确来这里。我看完那个沙漠呢，对那个人生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不同看法。基于什么看法，回来跟你说了吧。哦，有没有觉得自己在沙漠里面，老婆跟儿子的重要性？不重要，打电话给你屁呀、啊！我没出炉啊，这个是。我很斯文 OK 很斯文，如果你跟我你跟儿子一起来就好了，很别扭啊，要讲不想约我讲广东话喎、啊、我是第一个演员嚟，了不起啊，我亦都最后一个添啊，因为佢哋从此之后唔俾人入去。 OK I love you。如果有视频好啊，如果儿子能讲话就更加能够打电话给他已经是福气了。这些你们辛苦，你们这么辛苦的，值得，值。所以我们这代人应该是还要珍惜所有东西的。走，哎，谢谢。哎呀，大庭广众没谈恋爱，真的。一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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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在我里边啊，在我里边啊，来，快一点，快一点。哎呀，哈哈。非常好，非常好啊，非常好啊。哎哎哎！
回，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呦，轻点，轻点！快快快！我觉得这些孩子们真的是在很享受足球，每天投入很多精力，而且从早到晚，一直到天黑，每天的感受都会越来越深嘛。他们越来越好，我没有理由再发脾气了。谢谢谢谢谢谢，你喝你喝，待会儿我可以拿啊，待会儿你拿。大家都表现特别好啊，特别开心，你们表现都特别棒。所以呢，今天中午都不要走啊啊，我请大家吃烤全羊。谢谢谢谢谢谢。Yahmed Yahmed。现在我看到有很多球员，其实他们具备了一个成为职业球员的素质。对，你们要是好好培养的话，他们是有希望成为职业球员的。我很希望孩子们以后再踢球。那就是说，初中毕业之后，你再优秀的球员，也不可能再继续踢球了，是这样吗？对的，应该都是这么说。但是毕业以后他们继续踢球，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嘛，他们都毕业了以后去自家。这些孩子们虽然每天把沙漠当成足球场，小学毕业之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种地、牧羊、谋生。没有，这还洗手？说什么呢？不专业，你得就着沙子。土肉一块儿，那才香呢，这才够野性。这么吃肉，我天哪，这比梁山强多了。就是觉得你很难过，你会很难过什么呢？就是这么执着的孩子，但是你真的已经看到他们的这个希望，其实没有太多可能实现。这是你作为教练来讲的话，最心痛的一件事。好球！好球，漂亮！我们是从4、5岁就开始接触足球，你真的能感受到，不光你自己啊，被这个环境耽误了。我觉得我看到的有太多球员，在包括现在目前的很多年轻球员，就是给俱乐部的领导、教练塞钱，你才有机会能从少年队到青年队。如果你家里环境不好，那家里边呢本身掏出可能几万或者十几万，又是一个挺难的事情。自己曾经也是他们这么走过来的，你看到这样的球员不能再去坚持自己的梦想的时候，觉得很可惜。吴米迪老师从孩子们的身上看到了年少的自己，他开始为孩子们的未来出路担心起来。县卡瓦克小学梦之队和和田市第四中学女子足球队比赛的日子，三个嘉宾也将以各自的新身份碰面了。今天比赛对我来讲很重要，我已经准备一个星期了，这比赛要赢不了好没面子。对，我还挺关心后面等于说吧，就把这个淘汰机制给取消了。因为那天在沙漠上看到孩子哭，所以就我也是看到你这个要求嘛，我觉得应该一定要给面子的。啊，春哥，春哥，哎，来来来，怎么样？你好，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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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再见。好了，我听说你们住在沙漠里，可能会比我们还辛苦，至少我们还有床嘛。我在这里，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名叫吴米提。吴米提啊？吴米提，你猜猜什么意思？吴米，没有米，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吴米，吴米高，吴米高，那是姚明。吴米提是希望的意思。OK， 是当地的。对对对，当地希望的意思。一会儿我们这个球队会跟当地
是整个新疆最棒的女足，就他们是初中的，我们是小学的，可能差个两三岁，孩子们很紧张现在，对，在场上就哆嗦，所以你们俩帮我给他们加点油，鼓励鼓励鼓励他们。今天孩子们的对手是和田市第四中学女子足球队，这支队伍在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赛中获得过冠军。面对平均年龄已达13岁的劲敌，孩子们能赢得这场比赛吗？紧张，肯定输不了5个以上。漂亮漂亮，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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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他踢很好哦。对啊，但是很可惜，他们在中学之后就没有太专业的训练，这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如果他们上中学之后都没有踢怎么办？没有踢怎么办？他们尽量看有没有这个俱乐部愿意接收他们。如果能力够的话，我会把他们推荐到一些职业俱乐部。咱俩在这儿办一个俱乐部吧。可以的吗？你当老板，我当教练，好不好？我当老板，好吧。我想想，记得啊，他们记得。下半场我们做个调整啊，你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没有比赛的多踢一会儿啊。我们基本全部换掉了，我想每个孩子都能够有机会享受一下这样的比赛。我比较担心第二支球队，因为他们年龄会更小一些。加油加油！哎哎，你们四个往上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抢他加他加他，加油加油！哇哦！
在的球场啊是这个颜色的，但是我希望能给你们带来这样的球场，我会尽力做到。要走，要回去，要回去了，教练要回去了。嗯，老师还回来，老师还回来啊。好，不哭了啊，不哭了啊，运动员是不哭的啊，运动员是不哭的啊，不掉眼泪的啊，加油加油。老师再见。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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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再见，老师再见。很有可能这是这次告别是没有他，没有，对，没有再也没有机会去遇到他们了，但是很希望他们能够坚持梦想。我觉得那种释怀，我觉得我的包袱落地，就感觉啊，你终于配得上那个五米题三个字儿。No， 这个方向。一直以来这个倔脾气，其实可能是有别的方法方式去很好的解决，不见得非得去到一个极限。这可能是我这十天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从孩子们身上得到的一个体会吧。我希望能够把一些优秀的新疆的孩子帮他们搭建一个桥梁，让他们能够真正去看到世界级的球员是如何去踢足球的。不要太去计较最终的结果，你就不断的去做就好，就像那个沙堆，你不断的去累积累积累积。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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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不知道这里有一颗山吧，你慢慢的累积出来啊。你只是一个小沙粒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啊，我成为沙丘之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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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意义，索性你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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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就是希望未来有一天大家能看到那么一个坚韧努力成功的好演员。这次来参加跟你们一起认识，让我学会就不会有遗憾这个事情，因为我已经要做的事情全做了。如果不是这次来，我还是抱着有遗憾的一个心情去面对以前发生的事情，从中里面学会别遗憾，遗憾你就珍惜了，对啊，要不然就遗憾终生。军舰未经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我奉劝美方不要弄巧成拙。南沙是我们的国土，济南是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禁区。船员阿火、文仔，请于19号抵达三亚码头等船，切勿让我酒后。林爷爷，赶紧，他那边很危险。那个时候就非常紧急了，一个不小心可能这个船就会碎掉。我说了这件事我不会去做，别拍了行不行？点击订阅，如期相约，第一时间找到我是谁。大家好，我是高蕾蕾。楚门的世界，他长大的时候发现他其实是被别人在看，被别人在记录，被别人在设计，被别人在拍。我不知道你作为演员怎么想吗？黄金没有了吧？没有。我知道，我觉得不是24小时一样。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要去一个考古点。
你们来决定。有谁？我第一个。徐教练，你确定吗？我是要工作。我去啊。啊，你确定？我能来，能还是这里。走走，就不录了。OK， 那不录了。不录了，走。好，走。我叫王大锤，今天我一定要挖到宝藏。万一被识破的话，年轻人别慌。你就是当今上上？难道刚才小郡主过来，已经暴露了朕的真实身份？我来问你才呀！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闭嘴，丑八怪！优酷，世界都在看。